然后子弹两个没有，他说好皮牌贵，肉又少。因为他这个已经不错了，你看他的籽有比较小一点。他以前呢、啊、根本是很好笑，肉少然后籽大。吃饱了，可以看电视了。终于，他好像真的是从后面拔。本本是这样。到底你要听干嘛？要看电视。